吃了非常，肉是非常丰富的午餐，煎了八个蛋，其中两个蛋烂蛋，浪费了四个，全部是土鸡蛋哦。我们就搬到嘛，搬到富裕村里。有好多钱呢？哎，1000多点，对，1800。哦，1800哈。嗯嗯嗯。Hello， 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我们全国广大网友对我们婆婆爷爷的支持。自从那个视频发出过后哈。咱们受到了全国广大朋友的支持，然后带着我们众多网友的疑问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深入到我们婆婆爷爷的家中去了解，再去了解一些情况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发，走，去看一下，看有什么吃的。他是什么？哎，差不多两斤哈。那是什么？两斤多少？东西买齐了，然后现在去婆婆的路上。今天中午又在他们那儿吃饭。到了啊，跟婆婆他们买的一点东西，然后接着去看一下，看他们今儿中午吃了啥，不会又是稀饭吧？咱们去看一下啊，走。啊，朋友们，我们婆婆爷他们就是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这有没有？婆婆，妹子在炕上没回来吧？喂，爷爷，婆婆呀，我在狗姑啊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吧？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是冷哥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望你们。爷爷，我们今儿再一次来看望你们。你们今儿吃的啥子？你们今儿吃的啥子？你们今天吃的啥子？我们吃的双稀饭。哦，双稀饭，大嘎儿的。哎呀，那大嘎儿有。一些螃蟹啊，螃蟹。婆婆呀。我想跟他吹了一句。在果果吗？哎，果保鲜果。哦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好辛苦，你看。婆婆那么大年纪了啊，在那里割那个谷子，那个叫二次水稻。哎，婆婆。婆婆，我又来看你了。又来看你了。哎，该休息了，快到中午了，你别笑，该吃饭了，该回来的了。我太难了。我去北头。这是高手。
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要哪人力气走十几万块钱，他一个月都没兜着稳呐。他还说哪个王八娘，我就说他200块钱都没交。我们相识也是一种缘分。你看我们两个人养阿姨那个你也不吃。那我给背一下。不，我背一下。两孩都给背回去了。两孩我抱着抱着。对，那就是不懂。对，太凉了。这个很健康，健康很健康。对，太凉了。我看起来吃香哈。我会健康。慢慢的说。你的身体比其他人也好得多，因为一个是农村的水土养人，你是吧？哎，我长得好，没啥子病的。啊，爷爷来了。我一年都痛，没还有啥子病的。不过你还是该休息就休息，不要把所有的负担压在个人身上。我们配个管子的，直接摔下来。啊，直接摔。也过来弄不到了嘛。还是打这个病把劲的苦。还是能干的，现在骨子还是打到个病发性的苦，能干啥子嘛？反正有五万没法。还是能干。下午还出去过不啊？那我不过了家。那婆婆你也是多辛苦。你不过，不过哪个过嘛？我屋里嘛都是我搞的，不是他们来的。那个你们是弄来打谷子吃哈？那个是啊。现在保生米比稠粥米好吃些，说是。哦。我们那地方拿的无机的。那一步了，我接他，还是他一步，打的，还是那回事。全国的网友对你们是非常的关心。哦。哎。然后所以说才有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看望你们。哦。再一次来看望你们，给你们买了一副油。哎呀，一直买那些啥子嘛？买了嘎嘎，那个嘎嘎不是很多。我们的冰箱它烂了。我们说冰箱烂了就是的，嘛我们没弄。我们那个每次嘎嘎的。那现在就是那个情况，我们网友们非常关心你们的生活。哎呀，都是说有的热心网友还要来看望你们。哎呀。看会不会把你们打扰？啊，这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方面上啊。啊，我们的热心朋友们还要给你买冰箱，是吧？买冰箱啊，还要给你解决。哎呦！但是存在那个问题，那个冰箱来了，你们会不会用？啷个用啊哟？就是说你们舍不舍得用电？很多电了。哎，那我不要，电多了，花钱。用不到好多电。不要。用不到好多电。不要花钱。你们现在在哪儿工作？那个都是我们工作。那个都是我们工。这个都是我们工作，那个都是工作啊。就说你们的事情呐，我们网上许许多多的朋友非常关心你们的生活啊。哎，所以说才有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探访啊。虽然说没有给你们拿那样，我都是给你们买了一副油。还是买给买了嘎嘎，嘎嘎也不敢买多，因为那个冰箱也是烂的。烂冰箱啊，我都是。但是一个家庭没得冰箱也不得行了，婆婆。没得行，要个冰箱又很费电的嘛，也不费电，那一个没钱了，一个月可能30块钱。哦，那30块钱得不多啊，我说是挣个100块钱的。你看你的退休工资的话也是100多块，是吧？你看一个家庭买冰箱，你说你买些嘎嘎回来放弃放放不得，是吧？还有就是平时吃的剩菜剩饭那些。哎呀，我这天都是烧烧菜，那个天嘛就不能。你容易遭坏了嘛？那天嘛都烧出去。啊。那天我们是装修房，他那也是我们的装修房，我们没拿啥。那都是我噻。啊。还是他呀？那是我了吧？是真的吧？啊。我的是第三次来了，你看他偷的吃，我不拿他去。你要压我说我不拿你吃，我们都是以蹭饭为，以蹭饭为借口去探访我们更多的农村的家庭的生活。少吃点面条也干不啊？吃面条啊。要得啊，要得。你看今天我们婆婆她主动的喊我吃饭了。吃点面条，也嘎嘎，也拿嘎嘎来那种我不煮的给。嘎嘎。我也不是嘎嘎，
你也是不吃嘎嘎？我不吃嘎嘎，我是买来给你们吃的了吧？哎呦，要钱了嘛，是吧？少了有钱，简单个蛋嘛。哎呀，简单蛋嘛，不简单。你们平时没简单都不简单。我不爱吃嘛，我们捡起油还。嗯。那他拿的辣笔去了。你那要吃，我是那个双喜欢，我不让你吃。是说哈，我在这个时候吃的，我是那个说法，我不让你吃，我是吃的双喜欢。反正不管啷个说，我们出去蹭饭呢，别人给我们吃也是好吃，不给我们吃啊也是好事。我那天我就是说我一回家给吃，那就叫你关机哈，我是那个。对，别了别了。我从那天就关机，我那个朋友吃饭吃的我很爽，双喜欢，好吃。你说是吧？你说是吧？也没吃过，没吃过。啊，我在看香肠，也是那个不得，那是多大块？也那个，他说我都是农村人，我毛灰灰巴巴的，才是别人看进来才能吃。那个都是水要入乡随俗，哎，不管在哪点都要能够适应别人的生活。你像那种挑剔都不得行噻。哇，婆婆的蛋那个是好好火，好火了。那个啥子？你们现在要蛋？我的蛋是二十买。因为我们要吃，我没买过，我们都是吃的。嗯。我不没蛋，我没得蛋吃的嘛，我们反正老是懒得搬得起来。婆婆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们就是要自己吃好。哎。吃好吃饱。啊，自己身体要紧是吧？啊，你们一个月也有百多块的退休金，买点菜呀、啊，够哦，够了噻，是吧？还有我们那个外甥那个给我们啊，你看，是他生的，敢把灯来要不要几千？对头，他们那些子女啊，也比较、哎、也比较有孝心。哎，我外甥在四中哦，当老师是吧？哈，哎，对头，嗯。哎，那个鸭子要不得了，好了，我烤点土豆不叫。哦、哎呀，算了，不要。哦，那都不要，婆婆，那都不做嘛。嗯，不要。哎呦，那几个蛋都浪费了。完了。那个是金鸭蛋吗？是。哎呀，烂了呀，我没吃呀。哎呀，不会跟你们舍不得吃啊？是买那个吃的。不要舍不得吃哎。烂了，该吃的都要吃。他那边那个鸡蛋。嗯。也是有点臭了。那倒要不得，你那个皮子烂尽了。嗯。你那个是星星鸭。那个也不是鸡蛋，那个也是鸭蛋，那个大。鸭蛋那个不得。那么大三个。那个不臭，可能。嗯。啊，臭了都不行了，臭了很。对啥对啥。好吃都不要了，那我反正喂起那些这个。婆婆他们舍不得吃哈，那几个蛋烤出来都是烂的。兄弟们呀，至少。没烂。那个是没烂的，我估计你不晓得。也都煎两个都行了，不要煎很多。两个的。好了，怕万一等会儿又打脸是烂的。不是烂的。两个我烤了烂两个。刚才都有两个在和到那个烂的那头去了。那个算了，我反正那还浪费了。哦，不打了噻，不打了噻。呀，那还有刚才那个是新鲜的那个。不够的。我们那个那个烂烂的，我有臭的。嗯，猫儿啦，狗儿啦，嘛，鸡不一。哦，对头，那些猫儿、狗儿那些也要吃。嗯，我那个烂的我吃。嗯，你不要，我就把我们烂烂的我们还吃。那个油都那个。我筷子来了，我给你搞筷子。筷子我就。这是我们的摄像师。露个脸儿，转过来。哎呀，Hello， 我也不会吃饭。过高，我不要。啊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婆婆爷爷的家，跟他们一起办生活。刚才烤了几个蛋，结果有两个蛋是烂的。现在爷爷是婆婆的最好的帮手，是不是？嗯。反正那会儿住一栋啊，都住。那是啊，等到一定情况下还是不要太劳累。你看你们种的田还是有点多。啊，我个人能够还是要不得哦。我个人主还是就三亩不顾。婆婆能够还是要不得，你们还是要多。太阳也是我个人栽。啊，你看嘛。太我们老婆她都不去给我吃。那个身体是个人的，该退休的要退休，该享清福的要享清福。哎。你看你儿有，孙儿也有，是吧？儿孙满堂。你还图啥子吧？你又不用去挣钱养家，
啊，你都工农来个人吃个吧？这是十五个半的。哎，你工农来吃个？都是啊，我们都没得必要那个乱法子。这黄焦焦的一个蛋，看见？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在这儿蹭饭，我们婆婆爷爷他们都不吃稀饭了啊，然后吃好的，吃不得多，主要是看你们啊。我们咦，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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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好，拿去。还是那个菜啊？那天我们吃的是过两三天了，嘎嘎。你那嘎嘎都没吃了，嘎嘎还登起会麻的。那可扛着，可扛着。两个了嘛，嘛就是。那是我们那天吃的菜都还在。那是啊。菜。那是。婆婆，你们生活太节俭了。没有，他们工房。那到这儿来做嘛？到那儿来做饭呢。走。摄影师，摄影师来摄我。哎，我觉得跟婆婆你们是一起耍起很随便。你们性格很开朗，很随和。也不吃穷穷的，我们太吃饱。哎，加点菜到里头。哦，要得。我把菜就弯起来。要得。我加点哪样菜？没菜呀。你莫加那个蹦蹦嘛，加炒肉嘛，你听到？哦，就是加点炒肉行了嘛。哦。我要节约菜。不是节约，那个蹦蹦上不行。哦。哎，要得要得。不是你们吗？你说，哎，要得。看见我们的样子好浪费，我觉得你浪费的。给你吃的碗不吃烧的碗。他不吃啊。不喜欢吃面条。那婆婆，你吃。他不喜欢吃面条。哦，他怎么吃面条出来？他不喜欢吃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，好。好吃。嗯。我最喜欢吃豌豆尖了。哎，豌豆尖呢？还有，我没尝完。好冷，好冷啊！你看那个蛋，看起来好满意。不是啊，我都那么大一碗面条，好大碗。婆婆你也吃，我晓得。哎，你也吃。女娃儿都脾气些，哈，这都成女娃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外头农村的很好。嗯。哎，你来吃差不多了。我不来吃，都吃不到。还有个烟子炖鸡翅嘛，你来炖，把烟子。哎，那个还有，烟子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了婆婆爷爷家里面啊。嗯。吃了非常，又是非常丰富的午餐。捡了八个蛋，其中两个蛋烂蛋，浪费了四个，全部是土鸡蛋啊。嗯。我们婆婆爷爷一家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朴实啊。还有就是。根据我们广大网友对我们婆婆爷爷的生活上的关心，目前呢，啊，婆婆爷爷生活啊，基本上还是算比较可以。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放心哈，他们两个儿子啊也比较善良，唯一的就是婆婆爷爷你们生活太节俭了，是吧？我们婆爷都没过肉，是地脏活拿脏了。没有位置，我拿给你。你拿你们位置，比位置比儿子。位置兄弟刷这个视频的话，你看哈，婆婆爷他们对你的评价非常高。这吃哪样汤？我也觉得你们不用煮了。他问我吃哪样？吃用不到多少钱。他硬是不怎么吃嘞，他一弄大人家都来骂婆。嗯。我们两个都不做那些啥东西。嗯。你只要人善良。这是最大的美，还有就是身体好，强过啥子都可以。我每天随便在哪家宿舍，他个个都是他爷爷这个人也是可以。我随便对哪个我都是认得到，我不抢别人。对头对头。这也不抢便宜。嗯。我妈天天中午都是两盆啤酒，吃那吃点稀饭。嗯。爷爷他不喝白酒哈。有哦，晚上喝白酒。他说也不喝白酒。晚上喝白酒。嗯。喝了好睡，瞌睡。中午吃啤酒。嗯。晚上吃。嗯。啊，我说。等级都少，等级。有点小。哎，有点红烧老头。你要有红烧，我热都没热。我没热红烧耶。没有啊。没有的地方。先有熟。那个稀饭是属于豆浆稀饭是吧？哎，我这不是。两道米粉可是。
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我们今天来是我们广大网友非常的关心，很担心你们呢。所以说，今天我就又来了。那行。我们全国。我觉得也好，那行。我们那是全国了嘛？那行。全国的朋友。给我发私信了，给我留言了，婆婆他们吃啥子啊？他们都会老了怎么办呢？等等一系列问题，然后今天都给所有朋友们一个交代，我们婆婆。还是不用担心是吧？有两个孝顺的儿子，只是现在由于在外面打工，不在身边。然后婆婆他们呢，生活也比较质朴，比较勤俭。一看就是咱们本本分分的庄稼人。我们就翻着吧，翻着。每年一回，有好多钱呢？1000多点。1800。1800。80岁都是1800。一点了，你们要走了哈。要得，婆婆爷爷，你们今天儿都想干嘛哈？要得。然后我们今天儿那一趟呢，主要是我们广大网上的朋友非常很多，很关心你们呢，都是怕你们今后老了怎么办呐？所以说今天听到婆婆你给我们解释是吧？真的是各个朋友们都可以放心了哈，都放心了。我们婆婆的身体非常好，然后我们爷爷啊，80多岁了。但是身体也比较硬朗，然后生活条件呢也还是算过得去，是吧哈？所以说朋友们，你们的好心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我们在今后啊也会时不时来探访我们婆婆，探望我们的那个是吧哈？时不时回来探望啊，请你们不要担心。要得啊，把爷爷婆婆你们打到了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就走了。要得，好，要得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